那个李佳薇的歌你有听过吗？刚刚真的他很棒，他一你一边在唱一边在夸奖你。妈，谢谢姚曲。然后拉拉声音，他讲声音，拉拉讲你的发型很立体。蛮好看，确实很立体，那个发色很漂亮啊，头发下去哦。啊，你知道他最红的一首，还有另外一首更红。对，你说啊，煎饼。煎熬。煎熬，你要不要听？这韩式的啦。OK。先哎，来啊，我们听一下煎熬的。标一下。好。哎哎，副歌。那煎熬你太常唱了，你就玩一个生 key 版的。我真的在原 key KTV 的时候，就只有这件事情只有在 KTV 可以做，因为就一直升 key。佳薇，好，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升上去。你该不会是今天要我做这件事 ？No， 旁边有个 Musa。嗯，好吧。这是杀手级的战将，你先定一个 key 出来，心一跳，爱就开始。心一跳 ，OK， 好，这样。好，来，不，你先唱。OK。搞不好他自己都唱不完这一句。不可能啦！心一跳。他原来这一首是他唱的，是我。好，你看在这里，对，来，再升一个，半个 key， 半个 key， 来。Musa， 我不行，可以帮我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每秒。我主要就是让他知道，我们这里也是有高郎的郭靖。我喜欢怎么样海豚音了？可以啊，海豚音的。我们联手把李佳薇干掉就可以。好，我们我们都唱完了，再升半 key。好，佳薇轮到你。再升。我先说，这版本不好听哦，是不好听的版本，有压迫感的，不用先打预防针，好吧？我们就是要你兵强防止破音。没有唱，牛棚准备，战力很强。完以后还找我们挑战，然后把我们弄挂，然后下进来休息的，然后还不付钱，明场站着唱，来再半音，来，可以了，加油，我们家的小姐，好猛！我先回家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好猛哦！这种东西叫什么？拳怕少壮。你年轻那个气力一跟上去还是 OK。乱拳打死老师傅，各位不好意思啊。佳薇不会被打死。最后真的不可以了吗？可以，够了。要认输了吗？认输要不要再飙一下？他没有认输。再飙一下好不好？再来一下好不好？再一次。再来。认输的话，我们就三杯结束。我觉得你可以，佳薇可以，可以再半个。你不上还要吗？要不要？你就吃三颗水饺。三颗水饺，真的吗？但是现在没有志气，太没有志气了，不行。有辣椒，那我挑战一下。漂亮。佳薇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
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不要，先不要，再到这里好不好？还是没有讲。我们听下一首歌。Misa，Misa。